身投射理想，我准备好不让现实将你我捆绑。偶尔乌云会过境，自我怀疑也没关系，成为指引。你痛过的痕迹，愈合的初心，成长的证明。跟着我 wake up wake up， 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不用害怕 get down get down， 迈开步伐向前走，散发光芒 wake up wake up， 这是梦想天天传承。今天辛苦了，我先去把训练记录交给季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请请请。你等一下就照我说的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蜜宝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那个要是看你，我要练投篮了，加油。嗯。蜜宝，我们一起去。大猩猩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还记得显微镜怎么用吗？当然记得啊，显微镜这么简单。但是那是高一的课程呢，你问我这个干嘛？是吗？是因为俊要。蜜宝，我也记得显微镜的步骤，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会帮忙。哎呦，不关你的事啦。没有啦，其实是俊。他不会用显微镜，然后他刚跑过来问我啊，可是我根本就忘得差不多了。原来你们刚才在烦恼这个。对啊，而且他很紧张哎，紧张到想要先去练习怎么操作显微镜。要不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不然我也很想要帮他哎。没关系啊，我帮俊处理就可以了。毕竟我跟显微镜兄弟。真的吗？那就交给你喽。没问题。那你就把这个假兄弟带走吧。嗯，我先回教室了。嗯，你说什么？闭嘴，离开。那就交给你喽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啦，走啦，假兄弟。哎，蜜宝。走了。你刚刚干嘛？没事啦。那福利社跟保健室呢，在那一侧这一栋呢，都是教室，楼上有烹饪教室啊、生物教室啊等等等等之类。怎么样，徐大小姐，对我们哈佛高中的环境还满意吗？当然满意啊，哈佛高中有老头在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很满意啊。既然满意的话，就少跟你爸顶嘴一些。还有，你的棒棒糖赶快吃掉，我准备要带你到高三女班，你这不。奇怪，怎么有种感觉？是杀气。为什么我会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呢？Oh no！ 老头果然厉害。我该怎么脱身呢？徐老师，啊，原来是班长跟他小情人啊，你们干嘛跟着我呢？老师，你刚刚不是叫我们带着作业跟你一起回教室？对啊，你干嘛没事走一走，突然变那么紧张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该死，真的是年纪大，我居然忘记他们俩在跟着我。没什么，我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紧跟着我。
那现在先回到班上把作业发一发，然后等一下我上数学课的时候好好跟大家检讨一下。哦。啊。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我肯定是昨天右眼皮跳得太厉害，所以才会这么的敏感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真的是一个样，我真的差点被你们吓死。对不起啊，妙师，你是老师，我跟你走在一起真的太显眼了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跟你分开行动，反正我知道高三乙班在哪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也好，这样子我也比较安全一点啊。但你这一身便服也太显眼了吧？还是要不要先换身制服，这样比较好行动？放心，我有准备。蛮适合我的吧？不错哎，真的挺适合你的，而且这样子飞哥就比较不容易认出你。嗯，王怡晴，他不是丁班的学生吗？你怎么穿他的制服啊？怡晴是我国中同学，他学测完之后就申请在家自学，我就借他制服来穿啦。你也是光明正大申请来哈佛寄读，干嘛不用自己的名字啊？拜托，这样我才能杀老头杀个措手不及，这叫兵不厌诈。果然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没想到我们飞哥也是有克星的。啊，我觉得啊，我真的是太聪明了，居然想得到这种方法帮俊跟大猩猩助攻哎。哎，流川枫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在生气哦？我也记得写完信的步骤，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哎呦，不关你的事啦！你怎么？你怎么？你刚刚为什么？我这样是不是太小心眼了？我没事。你该不会再吃醋吧？我刚刚只是在进行秘密任务，让大猩猩去教俊怎么用显微镜，不是故意要凶你的啦，你不要生气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是我误会你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这样很好。你吃醋的样子还蛮可爱的。哇！谁叫你刚刚惹我生气？这里是学校哎。受不了。不好意思，可以把球丢给我吗？
害耶。想不到我们学校有这么会打球的女生。而且她很紧张哎，紧张到想要先去练习怎么操作显微镜。要不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不然我也很想要帮她哎。没关系啊，我帮俊处理就可以了。天哪，我忘记了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个心里总是觉得惶惶不安呢？没有想到你能躲到哈佛高中了，这个大姐啊，还是不放过你。What? 已经悄悄地跟着你来了。这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妙啊，这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去躲过这个大姐呢？算了，我还是绕圈走比较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练球练到差点忘记，对不起。我的救星，你终于来了。只是操作显微镜而已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坐吧。等一下就一手摸镜壁，一手拖镜座。然后你这个人呢，就要离这个显微镜大概一个拇指的距离。你怎么了？握镜壁的手是左手还是右手？我教你，这样子。上课时间偷偷约会，没想到他还是蛮大胆的。完蛋，老头怎么来了？我可不能在这边被老头撞见。调整光圈跟光源，直到看清楚影像为止。你等一下，只要按照我刚刚的操作就可以了。大猩猩，你好厉害哦！还好啦，我只是刚好喜欢生物科。我知道，因为你喜欢动物。你竟然记得？嗯。我刚刚已经在口腔细胞壁上滴上试剂，所以等一下只要透过显微镜，你就可以看清楚细胞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哎。你在担心什么？其实我是电器杀手，只要是这种精密的仪器被我碰到，很有可能马上就会坏掉。哎哎，手机。你看，现在我的手也在显微镜上面。所以如果它坏掉的话，你算我一份，就安心的使用吧。哇，原来口腔细胞长
哇，原来烤箱细胞长。心动来得太快，在预料之外，千禧幸福作怪，要低调许，把坏情绪扑筛，对爱说个嗨，自由自在 get high， 哦哦，一起跟我深呼吸。哇，我第一天来就可以看到那么精彩的画面，厉害厉害。嗯，那位同学，你在看什么？糟糕，我居然忘了我在躲老头。同学，我在说你。同学，你要跑去哪边？鬼鬼祟祟，你在看看。那你，请问这两位同学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杀死他了！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洗完净不会有事。但是你们两个会有事。你们两位可不可以说明一下，刚刚在生物教室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我刚刚在帮俊预习显微镜的操作。我说的是真的啦。你说的是真话吗？我发誓，刚刚都没有说谎话。对不起，我都要考分科考试，还要加考生物，所以才想说教别人，顺便帮自己复习一下。你呀、啊，真的不是我说你，亏你还是我第7830几个弟子，在这种非常时期，你居然整天只想着儿女私情。徐老师，怎么了？徐老师怎么突然找我过来？我就想请问你，是不是你把生物教室借给这两个同学的？我想应该可能是。狡辩，就是你。告诉你，以后再也不准把教室借给同学们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对任何高三同学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尤其是这只大猩猩。徐老师，我你什么你、啊？你是曾抱歉，老师特别交代我要重点辅导的同学。我告诉你哦，在你还没有确定考上大学之前，不准作怪。知道了。好的，对。你好，其他。那其他三是你妹妹吗？对啊，我妹。很好，很好。罚你跑操场五圈。啊？这是做什么啊？进去了。你们俩几岁了，还那么幼稚？大猩猩，也包括你，也包括你们所有人，听清楚了、哦。不要以为学测数科考完之后就稳上大学了，心里面聪明一点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跟人家那个齐家珍真的是，管好你妹妹，回桌上坐好，不要再打了，幼稚园呐。各位同学把课本打开，检讨上次的作业。缉毒生王怡晴报道。缉毒生是吧？好，进来坐。缉毒生。我们高三不才剩几个月而已吗？对啊，这个时间点也太多晚了吧？哎，缉毒生怎么还不进来坐啊？怎么会？是你。现在是上课时间呢，你到底去哪里？你
雅雅，怎么会突然跑来哈佛高中呢？我刚不是说了我来寄读啊？棒！不是我说你啊，徐念雅，你国际学校念得好好的，你干嘛突然跑来这边寄读呢？我就想说换一个环境啊，国际学校真的是读腻了啦，呆腻了，想换个环境。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做房地产，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，而且你不是马上就要出国念书了吗？我就是因为再过几个月就要出国啦，这样子我来哈佛高中可以多陪你一下，不好吗？他该不会真的是想跟我多相处吧？如果你只是想跟我多相处一些日子的话，请问你干嘛要冒用别人的名字？老头的警觉性真的很高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为了我好，什么意思？当然是为了让你保持超级老师的形象。你不是绝世高人吗？你有看过哪个绝世高人有女儿的吗？我是绝世高人，但我不是绝育高人。不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而且我保证绝对不捣乱，你大可放心。好了，我就姑且先相信你，暂时呢先按照你的意思。But 你现在是王怡晴 ，A.K.A. 徐念雅，请你做到答应我的事情，绝对绝对不能捣乱。绝对绝对不会捣乱。那好吧，今天要上课。快点，要上课了。跑步。妮宝，你有听说过寄读生的事吗？我没有听说，哎，感觉好神秘。嗯。怡晴报道，寄读生竟然跟丁班的王怡晴同名同姓。大猩猩，你认识王怡晴吗？王怡晴，嗯，哪位啊？就刚刚来报道那个寄读生啊。哦，你说刚刚那个寄读生啊？嗯，我认识啊，我只是刚好看到他秀了一手投篮。他投篮是真的很重，所以我才印象那么深刻。嗯，看你这个反应，你该不会认识他吧？没有，前女友。不是，你不要乱说。其实也不认识他，只是我今天在后门。看什么看啊？我也是哈佛的学生，好不好？在后面好像有看见到，就这样。嗯，好。你们刚刚在聊寄读生的事情啊？聊什么？不喜欢。各位同学，老师我呢，刚才去学务处已经确认过了，这位的确就是今天加入我们高三乙班的寄读生。很可爱小女孩啊！同学，先上台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的，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王怡晴，你们以后也可以叫我丫丫。哇哇哇！他是帅的，你粉笔丢的跟徐老师一样，佩服。好说好说，我最后教你一手。请注意，在这个教室里面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丢粉笔。
们以后也可以叫我丫丫。请注意，在这个教室里面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丢粉笔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给我们新来嫉妒生热烈掌声欢迎一下啦！王怡晴，丫丫同学，很可爱的小女生，你坐哪边呢？你就坐那边，那边，那个有空位，你去坐那边。不知道你不是投篮准，连丢粉笔也这么准。嗯，小事啊。爸爸，嗯，他丢粉笔的方式，怎么感觉好像在哪看过？嗯嗯，安静，看老师这边。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明天虽然已经是假日了，但是每个人还是要努力的复习自己的功课，千万不要以为学测考过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绝对不能松懈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老套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，继续上课，继续上课。照护用品有了，内裤、纸内裤，衣服也都带了，还有什么要带去医院？快到放学时间了，欧贤明总有一天会回来。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么多便条纸，他就会知道我有多想他。然后我会乖乖的在这边等他回来。我只看一眼，只要知道小苹果还好好的就好。小苹果，我今天晚上去住你家好不好？我们好久都没有姐妹谈心了，你没有忘记我们是大平了吧？但是今天中午哎，是阿明他肯放人吗？我要跟姐妹谈心，他敢阻止？当然没问题啊，你们的闺蜜时光最重要。对我，来把颜色给我看。苹果公主啊，我最爱你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跟你作对的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哼！好啊好啊，都跟你们玩就好了，根本就在陪你们练球的。哎，小苹果。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。行啊，我们明天要一起约几点去考场？
你给你爸在，你可以在车上复习功课，或多睡一下。好啦。我的苹果公主最乖了。你知道就好。只要让我看小苹果一眼就好。小苹果，你还好吗？还是我们等一下去吃蛋糕？是不是啊？我不能再让小苹果难过下去了。喂，请问是欧火熊家属吗？对，欧火熊是我爸。病患情况危急，请家属现在来医院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现在需要我，对不起了。小苹
那么受伤啊？来，坐下。你不要碰我。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为什么你要把我丢下？干嘛问墨香？进，你跟大猩猩进度怎么样？计划有成功吗？原来烤箱细胞在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手感已经恢复了。我们在生物教室的时候，本来他在教我怎么操作显微镜。好啊，我就看你等下多厉害。天哪，也太浪漫了吧！就算有机会吧，要不是徐老师阻碍，我们的计划早就成功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可以跟大猩猩独处，计划就已经算是成功了。这个周末，柳川峰跟大猩猩要练球，我再找你一起。好啊，谢谢蜜宝姐。不用谢我啦，我跟你说，你有空的时候多找大猩猩聊天，不要只是跟在他后面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大猩猩，我陪你去。那个猴子，金刚。你就是大猩猩啊，随便都可以啊。你们要去练球、啊，走啊，一起啊！你要跟我们一起去练球？妈，你瞧不起女生啊？你不要看他这样，他投篮很准。好啊，既然这么准的话，等一下练球就知道了。练就练了，走吧。那个女生是谁啊？没错，你就死定了。她是我们班今天来报道的寄读生，她叫王怡晴。今天才认识，就跟大猩猩这么熟？你好烂，你好烂！烂，球给我，球给我。这么会打球的女生哎，好球，谢啦，真的很准哦，小事啊。我这门也不算迟到，你干嘛翻墙啊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又哪来这么鸡婆的男生？鸡婆？小胖，你不觉得
这个新来的同学阴阳怪气，很奇怪吗？嗯，说别人阴阳怪气，你怎么不想想你那个时候刚来我们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我又怎么样？嗯，够了吗？你几公司偷偷来，就是吵吵闹闹。是要不要让人家念书啊？果然，高三乙班就是品性有问题，还会偷听别人讲话。忍你很久了，干嘛推他啊？这是谁欺负谁啊？不是你们先霸凌我的吗？哎，我在跟你说丫丫的事情，你说到我身上干嘛啦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丫丫，她才刚来我们班寄图第一天，就已经跟侯子杰还有刘春风打成一片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互动关系 ，you know？哎呦，时间差不多嘞，我差不多要回家，你也早点回家哦。嗯，拜。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互动方式，怎么觉得事情没那么单纯？这个人果然阴阳怪气。休息，累了，好累。丫丫，你球感真的很好哎，不管是传球还是投篮，都看得出来不是业余的。嗯，没有啦，我就很喜欢打篮球，我也很喜欢看篮球比赛哦。你也喜欢看篮球比赛？对啊，而且我什么比赛都看，只要是关于篮球的事情，我都很有兴趣。那你有没有看昨天那场比赛？虽然分数原本差很多，但是后面有平手，而且在最后那几秒逆转胜，哎，超刺激的，尤其最后一节那个拉锯战，真的，他们居然聊起来了。嗯，丫丫真的好懂篮球，难怪可以跟他们两个聊得这么开心。对啊，真的好厉害哦。嗯。小苹果，你的膝盖受伤了，我们先去保健室处理一下伤口，好不好？受伤了，我们先去处理伤口，要不然伤口感染了就不好了。感谢你提供这么有力的情报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老徐绝对不会知道的啦。可是我已经知道，想要什么你就要自己去争取啊！我求求你开门，让我见你一眼。王同学，丫丫跟徐老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该不会丫丫跟徐老师是什么啊？校园里看着你，是不是又不开心？伤脑筋。课本里看不懂的那道题，艳阳下操场上你会汗如雨模样，下课铃去哪里，学校红门等你。 Oh Freedom， 丢掉课本闭嘴，我们
最调皮，而争做弄真第一，白板笔纸飞机，水桶准备好没问题。 ABC 没兴趣，橄榄在呀高嘎地，下课铃去哪里，学校后门等你。